不好意思，我扣到你们的车门了。报警了吗？报警了，我刚刚已经报了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报警了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不是现在还这样子哦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可以，他他怎样？开始帮我疏导后面的车流，不然我让我往边看。我们需要把他压制。你要不要报警？我已经报警了，我刚才已经报警了。你双黄灯帮我看一下，然后帮我把车往那边疏导一下。压着他，他精神病发作。一样，我不管他是精神病发作，他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。跑走，他跑走。没事，我们现在三个人在这边。你现在有没有谁？没事，我已经帮你报警了。先生，请你冷静下来。报警了吗？报警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才会到。我可能需要一个男生，等一下过来可以帮我压制他，不然我怕我一个人压不住。啊！他逃走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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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